右举一下就没有，然后双击一下就没有，然后这样的拽的地方拖拽的感觉累啊，明白。它就是你哪地方你不想让它有缝，你可以加上，然后改这个地方就行。改这个地方，比如说你直径是21，你就往大了改，24、20、26啊，然后你在那左右，5个以内差不多就。然后这个就是选的时候就选这个。这啥嘛？就是分割线，按分割线打标，然后选完之后，然后出现那个线。双击就行了。试一下那个字体，还是选第一个那一个就行。慢点，你点一下那0.02那个地方。设置一下。Focus lens from your material surface.Running surface to gallery head this person. Okay.别对着那儿了，因为那儿量不准，你松开下面的去。好。